Hello，你好，欢迎观看城中村生活百态。小巷子最富有趣的生活，从不会让你失望而归。就剩白衣小姐姐，其他小姐姐去哪里了？每天定时分享城中村生活百态，喜欢请长按三秒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不然下回找不到哦。爱过的人，我已不再拥有。许多故事，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，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。错过的人，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，没有任何请求。许多故事，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，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。走过的路，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和请求。许多故事，有伤心的理由。这一次，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。走过的路，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。